了，我相信他应该已经准备好了，怎么会是我第一位呢？由您来打头阵，接下来借助大家的掌声，也邀请大家用我们的精彩的支持声，让我们来欢迎音乐组的一号选手林信宏所带来的演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信宏。那我今天呢要带来的歌曲是我自己的自创曲，叫做《面纱》。那我觉得呢，台湾的山林是很神圣、很美丽的地方。那想跟大家说，在拍藤文明的同时呢，也不要忘记保护好我们的山林，还有美丽的乐土。那送给大家这首《面纱》，谢谢。不重要，我不知道，只听见山林悄悄的讯号，分不清睡意里的自己，好可笑，我好苦恼，或许在其他，努力掩饰表面上的完美，是误会还是虚伪？只看见半根不清的破碎，搞不清你的面是心扉，好狼狈，那又是谁呢？是不是白费？上的完美是误会还是虚伪？只看见满口不清的破碎，努力掩饰表面上的完美，好狼狈，那又是谁呢？是不是白费？那渐渐凋零的枝桠变风沙，你说你想珍惜，却不曾让我嗤之以鼻。我假面具，我高空拒绝，都显得太多不必。
却不是岁月上的他身上留下的酸甜。不可否认是你扮演的贪恋，他的控制到那出解牵牢对无法复兴的怀抱，所以想谈判，想说个偏见，想知道的是你要做出的改变，而非善变啊。回到那温馨的家园，但不是残破的断垣，期待那小鬼纠结那一切的恩怨。谢谢，送给大家这首自创曲《面纱》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谢谢新红带来的演出，新红来帮我拔一下线，然后来前面跟邓泽一起来聊聊，好不好？因为毕竟都是这个自创曲的《面纱》，有请新红，我们这边有请，今天呢也非常的难得，哈，没关系，麦克风我们就留给他们，我这边呢有这一支来跟大家聊聊，这样子绝对没有问题。新红刚刚这一首《面纱》，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创作吗？因为我是二分之一的原住民混血，那我觉得近年来大家都在开垦山林嘛，那我觉得就是说，我回去部落的时候有常常看到这些有人乱丢垃圾，然后有些可能山坡地没有像以前那样漂亮的景象，那我觉得就是写一首歌，然后想告诉各位，台湾的山林是个很美丽的地方，大家要好好的爱护，在开垦文明的同时，这样子要好好的爱护，对。所以其实会非常的好奇，你是一半是什么族的？我是一半泰雅族，一半是泰雅族的。所以当时像你完成要创作一首歌曲的时候，通常都需要多少的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触发你这样的创作？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可以比较有 feel， 或者是其实你是真的受到当下议题比较能够这样快速的写歌。我当时候除了就是觉得有这样的感慨之外，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比较能静下心思来写一些歌曲，那写一些旋律这样子，然后反复修改才是今天大家听到的版本这样子。好，最后呢，邓泽再来问一题好了，就是因为你身为首要的参赛选手，当时知道自己是第一位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就算是第一位，还是要好好的演唱。那我等一下在那边 B 区那边也是第一位，所以我觉得好吧，就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新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先稍作休息，没有错，刚刚呢新红都特别聊到了，在今天的表演当中，除了主舞台的这个演出之外呢，还会有在这个展演区当中，他也会进行演出。在展演区上面呢，也会有非常多组，不论是这个表演组，或者是综合表演组，或者是这个纯音乐组的选手，都会在这一个我们新人公园当中，大家都会有30分钟左右的这一个表演时段，要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跟我们的选手来进行互动，可以感受之后呢，再当你手上这一张神圣的票来给他投下去。而接下来，我们时间呢也要来到第二组的选手。